今年33岁，然后我是夜店店长。我今年18岁，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。我今年28岁，然后我家己开店。我今年26岁，我是做行销相关产业的。我今年23岁，然后我现在还是实习医学生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想要为大家来做一个调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问大家一些问题。如果你的答案呢是符合你的经验或者是自身的状况，那就将你手上的便利贴撕下一张，然后起身来到我们旁边的这个白墙上，把它贴上。那首先呢，我想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喜欢高雄的夏天